喂，阿伯啊，你系咪得闲得滞啫吓？开讲都话唔做钟啦，唔做保，唔做媒人三世好嘛？同阿作家做媒人，你又系攞嚟混？哎呀，咁有乜计啫？咁啊，老作成日咁冤住我，咪做下好心咯。好心啊！我话晒你啊，你做咁多次媒人，边知成噶？系。哎呀，如果系单单成啊，咁我不如去开间乜分介所，真系啊！唉。我睇到老作啊，成四张嘢啦，咁啊做光棍一条，咁啊不如做下好心啦，系嘛？咁啊嗱，我晾完衫咧，咁啊去打个电话俾个老友，约个女啊，今晚出嚟同阿老作相睇啊！唉，我唔得闲同你八啊，你真关鬼你事啊！哎，阿霞，哎，食多啲啦，唔使客气噶。哇，仔呢间餐厅啊，啲嘢好味噶，食食。对，多吃点多吃点，不要拘束啊。那个康婶和我的关系就跟母子俩一样，不要拘束，吃吃啊。吃好啦，陈生，谁来了？来啦，姜葱鸡。啊，冇有慢慢食，剥开肚皮啊，仲有餸啊。来啦，你红烧肉，焖豆腐，慢慢食。你啊，个石斑鱼蒸好未啊？啊，还有石斑鱼啊！系啊，吃不完的，不要那么多。啊，快啲上系嘛？啊，快啲上我，快啲上，上多啲系嘛？啊，没事，上吧，让他们上啊，唔使客气啦。没事。哎，我的450块，450块。喂，李老哥，你几天啊？好似通街个腰个。阿娇。我跟你说，你说三个人吃饭，你又是石斑，又是豆豉鸭，又是白切鸡啊，点了八菜一汤，你搞得我明天理发都得借钱，你晓得吧？喂，莫怪我是一个还老板娘要个，就讲，边只用你咁死啃呢？剩翻咁多菜呀，你打包回来呀嘛，要换人家烂腐楼啊，不用打包啦。我当着我新交的女朋友，我打包我好意思吗？我已经好光照你个喽。哎呀，我偷偷落足晒料，嗱，石斑鱼又足最大条个，嗰只鸡我又系足最大只个。哎呀，这餐台你去第二个餐厅啊，你落成棚牙都冇攞得到啦！哎呀呀呀，我还没从那个鸡里面吃出三条腿来，真是的，我三个月的生活费没了。喂，啊，康婶啊，怎么样？哦，他愿意跟我先交朋友啊？那太好了太好了啊，娇姐，我能过去吗？喂，你做谁呀？要人搞你，你做什么啊？哎呀，没别的意思，娇姐你听我说啊。喂，你听我说，你有用你改善过？好，长的要长谁呢？行，我在这里说啊，在这里说啊，娇姐，我是想让你给我，哎呀，行，想让你给我帮个忙。每次呢，我带我女朋友到你们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啊，是吧？你想办法呢，哎，给我多加点料啊，好不好？你痴线噶！我跟人家做，咪俾老板娘乜嘢我？说，哎呀，我这不是手头紧吗？又想靠女，又冇想打皮个，咁你自己包啦笨！我还自己包，我连鸡蛋都煮不熟，我拿什么包啊？咁人家你使惊？有咁大只超级腿狮在这里吗？哎呀，对呀，你看我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。哎呀，有这么大的大厨师，你叫我做什么？说。但是啊，千万不能什么，又是姜葱鸡豆豉鸭，那个成本太高了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保证靠你整的漂亮酱个呢。漂亮酱？什么菜色？说。那，黄豆焖鸡尾。黄豆纹猪尾巴，还有，老焦，搞定没呢？搞定倒是搞定了啊，不过娇姐，这个太难炖了，我都炖两个多小时了，到现在还不烂呢。原来就冇这么东山那种咯，这个菜好嘢来噶。啲女仔食得这个菜呢，啲皮肤白丝丝就滑哩哩，十只女仔十只都中意噶。真的？系哟。好，
只要女孩子喜欢，别说是炖汤，两个钟头就是炖上三天三夜。火也不嫌长。啊，好，没什么给炖，慢慢炖，炖着女仔回来啊。来来来来，尝一尝，味道怎么样啊？味道不错，想不到你煮嘢都有翻两下噃。能遭到你的表扬，这是无上荣光啊！这道菜是特别适合你们女孩子吃的，这道菜对皮肤特别有好处，吃完了以后那是油光水滑呀，青春永驻。有没有这么夸张啊？骗你干什么？我查过那个健康杂志的，杂志上说啊，这道菜要常吃，经常吃的话，这个皮肤会越来越好。如果你喜欢吃，以后到我家，我天天给你做这道菜吃，保证你的皮肤一天比一天好。哎，你吃啊吃啊！哎，哇，准备！哎呀，我没气，肯定我两个睡神啊，真的。好似地道战那只偷地雷嗰只嘢，喂，我唔该你讲笑都品下时候啦，系嘛？点解嗰瓶煤气咁快用完？我嘅洗头洗到一半就冇晒热水啦！哈、啊、超，喂喂喂，这件事冇关我事噶，三只人冲凉呢，我系冲得最快噶，一入去沙一声我就走出来咯。喂，老作。你是不是拿个煤气来搞搞阵啊？你为什么整罐煤气啊不到十日就用完啊？是不过我的事。你又是的，你掹紫米掹黄豆，你好拿煤气来掹嘛，你鬼用那个电饭煲来掹嘛。你瞎说什么呀，美萍萍。你拿煤气来掹黄豆，几多煤气才够你用啊？这样你真的这样直情是劫财又劫色。我告诉你吓，呢瓶煤气嘅四分三嘅钱要你出晒，用得多就俾多钱，用得少就俾少钱。以后你再嚟乜乜尾乜乜尾嘅话，我唔单止要你出晒所有煤气钱，我仲要你交房租。哈超，哎呀，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呀、啊！这时间差打得多漂亮啊！两个人都不知道我用的煤气。来来来来，喝点小酒。来来，吃吃吃啊！哎，呦呦呦！哎呀，你食啲豆点解一啲都唔腍嘅？硬角角好难食啊！啊？不会的，这个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这可能我时间弄错了，煮的时间呢不够。不过没关系啊。我再去炖一下，哈！观音菩萨保佑，孙悟空保佑，白骨精晚半个小时回来。啊，祖师太，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你家恨不枉我半夜三更先翻嚟啦，系嘛？哇，炆乜嘢啊？炆得咁香嘅吓？哎呀，阿陈同志，今日冇说话讲啦吓。做什么啊？无啦啦塌着个罐我？咩叫无啦啦？你哋两只嘢啊，讲话冇口齿啦，系嘛？又唔按合同办事啦，系嘛？喂，你唔好成日都两只嘢两只嘢，佢还佢，我还我。老左啊，快啲出来！干什么？大呼小叫的，我女朋友还没走呢。喂，你两只同我听住吓，鉴于你哋屡教不改，以后咧我就唔会同你哋一齐用一罐煤气噶啦吓。以后边个想用煤气就自己去谂计啦。一日就对你呀！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个白骨精那个人。哦，这就那个德行。哎，作家啊，同你讲啦，其实电脑咧，我哋屋企都冇用好耐噶啦。喂，用电脑一插两下电表，发发声噶，哇，系冇所谓噶。我是不常用的。除非阿霞来了，我给她炖两个猪尾巴吃吃。哦，老豆啊，
嗰個電爐我哋等喺床下底好耐冇用噶咯，唔知仲用唔用得噶喎？喂喂，咁你而家去抄下睇下有冇？阿你抄。如果壞咗咁咪唔好啦，如果唔壞咪借俾。係借俾佢啦，抄下啦。我哋等陣啦。哎呦，热了热了，哎呀，修好了修好了修好了，哎呀，喂，干什么？我唔俾你用煤气啫，你居然用电炉？哇，你知唔知电炉好嘥电噶？一插掣啊，嗰个电表啊，嘎响声仲快过电风扇啊！苏斯奈，啊，你这就没道理了，煤气不让用，电炉也不让用，你把我弄到原始社会啊，像动物一样生吃啊！边个要你做动物啦？我得想用电脑啊嘛，咁啊自己嚟装翻个分标，实行 A A 制啦。到时候啊，话知你煮一粒米啊，用一万度电我都唔理你啦，系咪啊？装分标就装分标，谁怕谁呀？反正那个电路我是用定了。哎呀！用电炉啊，嗯，黑油啊，好方法哦、啊。老左，嗯，咁第日我煮啲宵夜借俾我用下，应该冇问题嗬。你想用我的电炉啊？阿伟，我教你煮咗咁多只菜，你未半水噶噃？啊，这用一下肯定是没问题的、哎。不过这个电费你要自己付哦。小气个，啲咁多电费都要计埋。那个电费不是交给我啊，交，是你给我钱，我再把这个钱交给人家电厂。啊，得得得得得，交电费就交电费。哎呀，大妹啊，啊，快啲切只面俾阿妈食，阿妈只肚啊饿到嚼嚼声咯。好啊，等我做埋这条题先啦。哎呀，切咗先啦。唉，快手啲啊！煮好了啊！阿妈，嗯，头先咧我拆面嗰阵咧，嗰只咁嘅屎老作咧，成日都喺我身边转嚟转去嘅，冇睇到佢啊！嗰只死嘢啊，佢冇事做，得闲嗰头无聊，就想夹下靓女个。呀，看电视呢，小姐，嗯，心情不错呀、啊。梗系啦。这样啊，我让你看一样东西。看完以后呢，希望你的心情呢还能保持这样不错。好，什么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喏，这是你这个月所用的所有的电费的那个钱，你得该交银子了。喂，我你罗江哥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。再说了，咱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，凭什么不交啊？哇，200万！喂，你想省点贵呀？这是明细表，是不是？你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，你用了多少电，几分几秒，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不会多收你一分钱。喂，刚娘喽，背着镜头。给你打折头啊？嗯。谁给我打折头啊？好，背就背。我只死佬你吓，我你腿娇，如果以后再用你只烂鬼电炉呢，我就正衰唔会来个。好，如果以后擅自用电炉，罚款20。如果你用我个嘢呢，你又要俾翻20。好，一言为定，耶耶。嗯。嗯，哇，妈好香啊！阿妈冇系好香，只是餸好香，啊、香就食多啲吓。咩好香啊？鸭啊，姐，哎呀，嗯，呀呀呀呀呀呀，阿娇、嗯，动作挺快呀、啊，真的买了这样一个锅包东西啊？来讲，几好用啊，好用过你个烂鬼电炉多多香啊！我攞这种煲啊，嚓一声就焖好晒芋头焖鸭。来来来，我尝尝味道怎么样？来，你做谁呀、啊、你？啊，用了那个烂鬼电炉的阿鸡阿猪，真是不就这么个破锅吗？这谁馋这个呀？看大片啊！哦，满城尽是黄金捡，不是捡黄金。哎呀，不看了吧，电影院里人多，空气混浊。对，还是到我家来吧，好不好？
哎，不不，我这次不跟你炖猪尾巴了，我给你炖东山羊，好不好？这季节吃羊肉补。哎呀，这个破玩意得煮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个太慢了。阿霞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这可怎么？哎，阿娇的电火锅不是在这里吗？反正现在你还没下班，赶紧用一下。谁刘兄啊？你为什么用我个你呀？这是干什么呀？破马张飞的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谁进来也要敲下门。敲你个谁人头啊？你用我个你个，你这谁楼呢？法庭。宝德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谁用你的包了？俺娘几种人做哪一个？你谁老呢？那，你问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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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当寿命，你老个了不养肉个？有羊肉臊味就是我用过的了，那长胡子都是你老公了。啊，你这谁老呢呀？你总得来，你好人，你比我捉着你鸡脚呢，你小心我就缠鸡脚。你谁老呢？比我捉到个正规就喺度阿鸡阿脚只头只晒，有谁老呢？诶？买，细佬，我听你等住，你点人哋做饭嘅？我想靠我的女来用，你只细佬，你只细佬做，你想吓到我？冇咁易，我等你睇死。你睇日来，我捉实你，捉你只细佬，好香。你的鼻子不是好使吗？我这回让你闻，我让你闻，我让你闻。老周啊，嗯，我的电饭煲好不好使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个？你偷我电饭煲来用，牙齿撞金使，20元到来。有什么证据？是不是在锅里面有味道？什么味道了？是牛肉味呢，还是羊肉味呢？今天冇系羊肉味，又冇系牛肉味，乜嘢味都冇有系。我在我个煲子里，嗱，见到未啊？点咗几粒牙膏在这里，而我啲牙膏呢走晒形咯。点解释啊？阿娇，你太卑鄙了。好好好。这回算你赢了，啊！倒水，拿去。七嘴看唱本，咱走着瞧。哼，你就推呀，我就杀。嗯，我杀掉你一个。李彩娇，看看咱们谁有能耐。哼，和我玩阴的，你还嫩点。等会儿我把你的电炉丝给你拆下来，看看你用不用我的电炉子。个谁炉？难道烧了点不腾个毛转偷着电炉了甩下去。傻不知这鬼不觉。李彩娇，李彩娇，小佩教父，让俺上山。哎呀，你认字吗？还看报纸？今天用了我的电炉，对不对？喂，把上次罚我的钱还给我。我给谁用那个电炉啊？有什么珍贵呀？我靠，我哥！哎呀，还嘴硬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在临出门前，我这个电炉上我就撒上了一些小纸片片，晓得吧？你只要一用，就变成灰了。哈哈哈！你的死佬呢？咁个阴湿，你的生仔冇事发过。过奖过奖，都是跟你学的。拿钱吧。有富婆也不错。哎呀，你将我都冇办法来，死老脚，等我攞啲纸追呀，嘿，追破你还完就搞定了。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你是不是就拿着我的电炉子煲汤了？
你有什么珍贵啊？啊，是不是那些鸡啊生下来了？你太清楚，这顶楼上总有好多鸡啊睡着啊。哎呀，是啊，上面确确实实有些纸屑，但是这些纸屑不是我放上去的，而是你撒上去的。我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撒上去的纸屑那都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，而且还有一个小秘密，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，其中有一段小纸条上面写了一个名字，就是沙子李彩娇，是我的亲笔签名，你想学都要三年。你这谁老呢，要被你装了两个你哄你。想不到吧，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以后你还敢偷用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有更高级的招数等着你呢。哼，交钱。刚挣了20块钱的奖金，等会儿我请你看电影啊。他们呀，实在是不知道老子的厉害。上一次他搞鬼，发了我20块钱，这次我稍动心思，马上就让他双倍偿还。你仲好意思讲？堂堂一个大男人，成日都为呢啲事斤斤计较，我真受够了。系咁先。哎呀，阿霞，你听我说，放开我。哎呀。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啊。阿霞，你听我，就这么吹了。